今天8月22号早上哈5点半要换药哈，换纱布还是消毒？然后先拿掉哈。是这个样子，在这个交互掉后再打开，还是放在钢钉前面的那个，对，那个，一点点，之前都有拿。免缝胶哦，就全部拔起来，用一个礼拜。这个叫那个免缝胶带哦，已经贴一个礼拜，是8月11号在桃园蜀立医院哦。桃园蜀立医院那时候，哎，等一下，我想重新拔。刚刚没有拍清楚的，我刚刚先拔一下哈，它这个已经拔起来了，那个皮有点粘连到上面。好像是这个伤口是这样，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伤口目前是这个状况哦，然后这边是看起来。之前那个叫什么缝针哈，那边大概缝十几针，好像不到20针吧。这里就一缝一针了。再看一下这个缝合的伤口哦，有点软烂。如果是他那个之前好像有血水跑出来，刚刚换下来干净的旧毛巾，旧的那个纱布去沾消毒水，先擦旁边的那个，等一下先沾一下，把旁边擦干净了。后面那个脚底板也要擦。对，一个现在它看起来脏脏的，因为里面那个有角质层哈包着。这个要先把旁边的皮肤擦干净，等一下中间的伤口才用那个棉花棒哈沾那个消毒水再去擦拭。先是把旁边的皮肤，因为刚刚都有擦好。
不知道这样擦对不对？那个我的皮肤软烂的，就长点子吧。第四根了，因为那个酒精要上起来了，我有点晕。好，这个擦了旁边的伤口，就刚这个意思。这个是桃园市复兴区葵辉里长李香兰办公室复兴区区长刘正英的那个区公所哈，他们的区名，他们的里名。泰雅族6到7个人，因为吴大师弟弟上厕所不借公厕哈，拒绝借公厕，有协会，有文件站，有李明办公室三合一哈，公那个叫公器私用哈，然后公有李明公报私仇，那个方喜后来打去草丛。去拉肚子之后，然后再去打110投诉，就他们的李明居然晚上跑到深山部落里面扎热闹，六个去殴打、恐吓、强盗、杀人未遂、跟踪骚扰。